上周的宝岛手偷偷单元，我们学过了酸菜、咸菜的手语。今天我们就带您去看看云林酱菜的故乡大陂这个地方，手语应该怎么比呢？大陂的手语是先比大，再压掌心转动。陂这个字呢，没有可以对应的手语，但是大陂这个地方因为是酸菜的故乡，所以陂就比压手掌转动。有时候地名的手语会把当地著名的特色或景观借过来表示，像是刚刚看到的大陂是大加上压酸菜的动作，还有北投以温泉闻名的北投，也是先比北再加上洗澡。